同穿一条裤，同甘不共苦。哎，到了我们同甘不共苦的这个单元了。嗯，今天为各位邀请到三位这美女啊，嗯，那真是国色天香。是是，会有三位很有味道的美女。哇，嗯，有味道的美女。对对 对，那就难过了。但是来在这几位，他们不但是人长得漂亮，嗯，很有才艺之外呢，他们的成就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演技也非常的精湛。嗯，在我们国内，他们的这个港剧的录影带啊，电影啊，电影啊，他们都非常的有成就。对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三位到我们节目里面来，一起参加这个同甘不共苦的这个单元单元演出，好吧？是，来一一介绍。哎，首先欢迎姚伟小姐。第二位介绍的是吴嘉丽小姐。第三位介绍的是邱淑贞小姐。哎呀，这个三位在我们摄影棚一出现，真是这个艳光四射。嗯，哎呀，三位好，三位好，三位好。这我是凭良心讲，他们三位我对姚伟小姐比较熟悉。是是是。哎，对对，严格上说是算是老朋友了。哎，可是是从来也没聊过天，这真是不简单。哎，我也认识你很久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我感觉上很熟。对啊，感觉上很熟，我一直是他最忠实的影迷啊。我也是你久仰您的大名。哎呦呦，哪里哪里，在这个金大班最后一夜之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。嗯，到今天为止，欧阳龙都还没回过神来。哎，那这位呢，平常来讲我们比较陌生一点，吴嘉丽，他的戏我看过。哎。大哥，我特别介绍一下，是是，他的电影我看很多。嗯，他可以饰演反派的杀手，温柔的女孩，哎呦，菜市场的女孩，哎呦，甚至演那个主街女郎，他都演得很好。怪怪，尤其是你看了我们最近演的这部戏，嗯，他非常的出色。对啊，你们三人的组合呢，这个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创举啊。嗯，他们三位美女这个组合一定会有一些很惊人之作要出现。嗯，听说这部戏啊是这个描写的非常的深入。对对对，而且剧情曲折离奇啊。嗯，那这一位是邱淑贞小姐。哎，这个邱淑贞小姐是我就比较了解。哎呦呦，因为最近她这个在电影上的表现呢，尤其跟这个周星驰合作《鹿鼎记》当中的表现，演那个公主，哎呀，真是非常的可爱。哎，可爱，成为我的这个偶像之一。哎呦，哎呀，那我看咱们就一人带一个喝茶去，带一个聊天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有崇拜的。这是非常不容易。这一部戏是什么情况之下你们三个人会碰到一起呢？最主要这部电影整个故事剧情，我觉得非常的新。嗯，我是其次，像这部戏邱淑贞呢在里面是这次是非常的大胆的演出。哎，所谓的大胆，因为他以前演的戏都是有娇娇女啊，对对对，要刁蛮的。那这部戏里面呢，不但这演技方面给他有很好的发挥。嗯，而且他演出方面还有就是衣服穿的也算少的了。哦，对，他平常是包的很多。对对 对， 对，在这部戏里面他为这艺术牺牲了很多。哎，这个牺牲精神。那我也牺牲了很多。哎呦，哎，不是，我这个牺牲是因为这部戏里面有很多危险的动作，我是一个女杀手。哎呦，又是杀手。没有替身。没有，我从来没演过杀手。像这样子啊。第一次。不用，意思说很多武打的动作不用替身。都是自己来做，那浑身伤了很多地方。哎呦。所以这是这个牺牲，并不是说其他牺牲。是是是是是是。那这样说起来，您的牺牲精神比较差一点。是啊。他不是牺牲，他令人家牺牲。啊，令人牺牲。对。打他们了，打伤了他们了。然后他也把戏里面的女演员都亲骗了。嗯，是亲骗。哦，他这部戏会很辛苦的，觉得苦不苦不苦？哎，我不辛苦，不苦的，花了多少时间？但是我亲的是女孩子，不是亲男的。哦，他说是亲男的比较辛苦一些。亲男的反而辛苦，亲男的辛苦一点。对，男的有很多苦局，每期都弄上我的嘴。每次回答都是这些。你现在讲的大概就讲飞哥，飞哥啊，需要两个钟头不刮胡子，就是胡渣都扎出来了。那我不吃你了。那今天你们三位参加我们这个单元的演出啊，这个单元是同甘不共苦啊。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等一下在这个节目当中啊，尽量把对方的隐私啊，都把它揭发出来，好吧？那我们先各就各位，各就各位，好吧？请问这部新戏的电影当中，你们觉得谁的身材最好？哎，不能给人家看到，不能给人家看到，自己写自己的。这个不要客气，当仁不让，对吧？啊，
好，写好了就不要看了。来，我们看，我们先看看姚伟的答案，还是先看他的答案？他们答案啊，我看看吴佳丽小姐的答案是。吴佳丽认为姚伟。哎呦，姚伟，再为什么会写姚伟呢？我看到他身材最好的。哦，你觉得他身材最好？那你的身材跟他比有什么问题？有很多问题，我记得。有胎记还是？不是，你胎记啊？胎记，我们小时候生出来屁股这边一块青青的。啊，谢谢。比较瘦一点的。太瘦了。太瘦了。三围不够标准，他的意思可能这样。那他也是姚伟，也是姚伟啊。对呀。为什么你也写他呢？一看就知道了。姚伟就是平常讲，你们三个月穿的衣服，我们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啊。只是我看过他电影的那个广告片啊。邱淑贞小姐的身材也是棒得不得了的。那当然，他们三个都是不错，但是一做比较，他们两个都马上就俯首称臣了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是不容易。那我们看姚伟小姐，她这个人写的是，哎呦，陶伟啊，姚伟。自信，我们要给他鼓励一下。哎，这个题目啊，我这不简单，三个人一致，所以我们要送奖品，送给他们，送钻石型牙刷、喷雾式淡香水、护发造型液，带回去。嗯，哎呦，哦，好，我们姚小姐了，您认为为什么您的身材很好？女人身材好与不好从哪边来研判？从哪里来评断？像邱淑贞呢跟吴佳丽的身材都非常好。不过呢这个不过学问就大了，一定有什么缺点。因为邱淑贞的她该大的地方呢又太大了。哎呦，太大了一点。对，好大而不大。那么呢吴佳丽呢就是该小的又太小了。不是，她比起我们两个呢 size 都比较小类的，我是中间。那所以我自己感觉，哎，中间就比较好。那我就写了我自己，我不想他们也猜我分享什么。哎，好啊，好，鼓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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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太好了啊！请问你们三个人谁化妆的时间用的最久？谁的时间最久？还大约多久？然后把时间也写出来，时间要写上去啊。嗯。好，都写好了哈。来，我们先看姚伟的，姚伟小姐的。姚伟写的是吴佳丽，哦，两小时。我的妈妈！哎呦，来看看吴佳丽，她还怪邱淑贞，一个半小时。人家，邱淑贞写自己，哎呦，一有二分之一小时。我们这大概一样，你今天应该。罚他好印象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口红是新的。哇，这很红啊，很红。有没有镜子？有没有镜子啊？没有镜子。你不要镜子可以化妆，可以化吗？哎呦，这就厉害了。为了希望增加他印口红的这个 feeling， 哎 ，feeling， 这里已经很多人了。啊，不是，他是要我反，你把他遮住，他反光的地方他看得到的。哟，这就厉害了，哇，他的嘴唇。嗯，请签名。好，签名，来，签名。写下您的大名。哇哦，哇哦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开启根号来了？来，不错，好，就来问题就来了。如果要演激情戏，以下三位您会选择谁？一李连杰，二刘德华，三梁家辉。好，这边的答案都好了。好，看看来。哎，这一题因为是最后一题，所以不能交换。梁德华。梁家辉，梁家辉，就是这写的梁家辉，梁家辉，姚伟小姐的答案是刘德华，个人不一样，不同了啊。您为什么要选刘德华？本来我是心目中应该是梁家辉，后来被谁影响了？不是，因为他
他，我已经看了他很多电影，就是演技其实都是很好。那我，那如果我跟他演的话，那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。那刘德华没有试过，我想跟他试的话，那就有一种让我有新的感觉。对，有突破的感觉。对，就是说，也说，就是演戏的路上呢，你也是有喜新厌旧的这种倾向啊。对对，演戏来讲，对啊，那梁家辉紧在那里演，反正再演就是他最漂亮，他演到那样子就是固定的形态了。想刘德华，那他们两位呢就写错了，处罚，对不对？来来转一下，哎，来，五比七，五比七为九。哎呦，这一杯保证啊，你看他的脸色都变了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定要喝吗？你可以用小秘密交换啊，用它。我可以一点点。哎，好。哎，哎呦，很简单，完全没有痛苦的表情啊。哎，这可能明明有放水的嫌疑。喝的很好喝吗？大哥，您喝喝看。很好，一颗，很好。有没有放水的嫌疑？有上当的嫌疑。鼓励鼓励，来，我们到前面来啊！啊，三位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，这个第一次上我们这个单元的节目，跟大家讲这个也是会有点紧张，也不知道他们要弄什么东西。哎，非常感谢三位到我们节目里面参加我们的游戏，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同时也希望你们这部电影能够卖座成功，突破票房纪录，好吧？谢谢。哎，休息一下，继续欣赏我们的《笑星撞地球》，无比。